主人第一次看见我，来家第一个晚上，第一次和主人赛跑，我赢了。我好像闻到地下有宝藏，咋什么都没有呢？第一次来狗公园，好兴奋，也有点害羞紧张。现在的我，每天开心快乐的生活着，而我最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和我的两个小主人玩。在草地上奔跑，我真的好爱他们。我一天中最期待的事情，就是盼着他们放学回家。